有差不多了，他的粉丝啦，差不多了，还好啦。哎呀，我今天真的没化妆那么老。不会啦，哎呦，你还可以那看三十年五十，没问题。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。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，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你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。何时走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，我不知道。怀听而去，仿佛你像是我不了。为何你爱来拨动我心？上千人看的啊，肯定有上千人看的，你看按赞上来了，哇，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曾经拥有，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，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。后来是谁唱的？这个女的？啊，刘若英。哦，不有，已经有了。有吗？有，已经点过了。下次你再来啊，我要打扮一下再来，给你上直播。可以啊，那
会让你唱一个小时。每天都来了啊，每天都来了啊，差不多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眨眼去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。那个永恒的夜晚，十七岁仲夏，你吻我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。那时候的爱情，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？而又是为什么人言说是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？在这现实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？如果当时我们呢现在也不那么遗憾，你都如何回我？带着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眨眼去消失在人海。三首比较好啦，好玩啦，来，分享，分享，第三
下次我要化个妆再来，不然这个直播太丑了。不会啦，这个灯光这样的很好看。这个直播太丑了。不会啦，再来，第三首是什么？听海吧。听海，哇，厉害，都很好听的歌。不是老歌，老人家唱好歌。而且不容易唱。听海是那个张惠妹的。会有警察来抓我们吗？不会啦。首先要说警察万一来抓我们吗？演唱会的哈，他这个是就要上 MTV 的。可以下载，他没有卖给天籁这首歌。你看，没有版权，他没有跳出来没有？啊，又死灭。有没有遇见？遇见。孙燕姿的。遇见应该是有。孙燕姿。哇，真的有啊！有吗？有来了。再去让他看我吧。下次我来一定要穿得漂亮一点，然后化个妆啊，不然这样子。当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夜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累是安排。看得清楚吗？可以移近一点。今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乃至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拉着爱的号码牌。不要了，下次下次喘一个气，我下次，不然我化个妆，我请你去 pub 里边，你可以直播吗？去 pub， 去 pub， 好不好 ？pub 要不要？去 pub， 我请他去 pub， 来装 pub， 我有开的 pub， 啊，你们有开的，我有开的，免费的啦，免费的啦，我去 ，OK， 你当然免费啊，谢谢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我的老，那个伊丽那边呢？
那边这样多人可以扬唱。哎，万一有人唱好，你也去跟他录了，每个人可以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哦，我们暂时去 pub 那边直播了。